welcome primary class. They are going to perform a dance number entitled Oh Mamma Mia. 接下来小班呢要带来这个是我们的律动表演。他们在跳舞的时候，我说那你们都是喊妈妈，爸爸如果来现场怎么办？待会呢，我叫他们改一句，第二段的时候叫说哦，爸爸比呀也 OK 啦，好不好？对，小朋友呢，他们在台上呢，我有看过他们彩排，那个屁股扭的可真是起劲。我说你学谁的？我学我妈妈的，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，这是我彼此在开玩笑的时候跟他们说的话。那待会他们呢扭腰摆臀的时候，麻烦大家适时的给他们掌声，给他们欢呼，给他们尖叫，因为这首歌呢本身就很热闹，但是这首歌大概有七八分钟左右，一直拍手要拍多久？跟你们开玩笑的。待会需要你们的节奏的时候，请。不要吝啬你们掌声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小班带来的哦，妈妈咪呀！这套服装也很亮哦，你们待会掌声越大声，他们屁股扭得更起劲哦。小班加油！终于在台上演出了，音乐大声一点哦。啊！呜！你看这几个，是不是扭得很起劲啊？大声说！妈咪有听到吗？妈咪呢，在家里都要做家事，所以运动很重要。你看，她叫妈妈要多运动，换边用力的跑。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还有前面跑。在学习这首歌的老师跟他们说，运动真的很重要。这个抬头都看到鼻孔了啦。好，往前走，拍拍手，哇，拍拍手，我要看看谁最可爱、最帅气。全场先来一个尖叫声。小班的家长等很久了，就是等这一刻。用力扭，宝贝。除了妈妈来，爸爸应该有来哦。我们这一次还没讲完，他们已经喊了。待会还有两次，还有两次。来，前后排要交换。宝贝妈，请放心哦，我们老师的安排绝对会让你们呢，所有的宝贝有人在前面，有人在后面。用力，用力，手要用力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在正面看着他们，每一个人那个跑步的动作都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他们可爱的一面。往前走，拍拍手，用力拍拍手，画圈，看谁最帅气，谁最可爱。哦，跳高高。第二段，第二段，我要来。全场给我一个尖叫声！呜呜！每个人扭的方法也不太一样。哦，妈妈咪呀！好，换动作，换动作。这是小班哦，我们老师呢也让他们呢做一个队形的变换，队形的变换。拍手，很好，走走路，拍拍手，画圈圈，变成一个全天下最可爱的小朋友，欢呼耶！来，宝贝，注意听哦，待会要喊一声哦，爸爸比呀哦，不可以只有喊给妈妈听哦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要喊哦，爸爸比呀哦，好用力扭。我要听听看是谁最大声哦，大声哦，妈妈咪呀，大声一点！哦，还是妈妈咪呀，慢慢往前，往前，机器人往前。哦 ，yes， 来，所有的小班宝贝，帮我喊一声，因为我欠爸爸的，大声说哦，爸爸咪呀。哦，还是妈妈咪，好了，谢谢谢谢，再给他们掌声，谢谢。Thank you, primaries. You are so cute and lovely. Yes. 谢谢。Thank you.